尊敬的战友们好啊，今天是1月9号啊，今天天真好，特别的清爽啊。我首先想给大家说的是，这个战友们，这个很多人啊，特别是很多战友给我发信息说要看七哥的胡子，喂，给七哥能拍个照片胡子给我看看啊，特别是这个西宁的战友啊，还有这个西藏的战友啊，还有新疆的战友啊，发最多还有东北的啊，说家里人也有留胡子，但没见过这样长胡子的，让你们看一看啊。是我这胡子你看硬的好硬啊，就是现在如果是亲我嘴的话就像刺猬一样，那会真像刺猬一样，你看好硬啊，这100天才刮胡子啊，才100天，我这才30多天，所以说给拍一下，谢谢战友们。另外一个特别开心的是，昨天甘肃的一位战友说，自从跟随七哥爆料革命啊，妈妈和媳妇过去是水火不相容，但是呢由于跟了爆料革命啊，两个婆媳关系特别好，俩人全都有忧郁症，就是看七哥直播啊，然后忧郁症没事了，但是呢就愿意听七哥开玩笑，说最近七哥都脸有时候很沉重，也不开玩笑了，结果妈妈和老婆已经又有点忧郁症了，这个很抱歉，因为我父亲这个100天期间我不能老开玩笑，也不能穿深色的衣服，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我尽可能的我得做我自己，我不能假的，我不能像有人没有胸是吧，捏两下子怼出一个胸出来，那是假的呀啊，这个我七哥做真实的自己，我尽可能的离开那种悲伤和忧伤的情绪之中，但是我得做我自己，兄弟姐妹们你知道吗，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另外一个就是香港的战友还有台湾的战友拿到这个衣服以后跟我这一模一样的这个衣服啊，大家记住啊，你看这个衣服是做的是 Alatoni G-Fashion， 我告诉大家这件衣服在 Alatoni 在 Hermes 最起码15000起价啊，这布料是他自己买的，洛人皮安的，还有这绣工，大家看到的啊，包括这个也是艾乐托尼，这个也是，这是这美黛丽的。兄弟姐妹们，我可以告诉大家，你但凡查查艾乐托尼，艾乐托尼是什么知道吗？艾乐托尼是劳斯莱斯，爱马仕奔驰，爱马仕是奔驰，你知道的什么呢？阿玛尼呀。啊，什么迪奥啊，什么 LV 啊，都属于宝马或者说是泰斯拉这个级别的，它是劳斯莱斯，它在天上呢，爱马仕在这儿呢。咱们战友穿的就是这个红的，还有这个就这个衫儿都是阿拉托尼做的。密斯阿拉，抱歉啊，阿拉托尼已经在2月以前过世了，这真是大咖。布尿尼在哪儿知道吗？七哥穿的布尿尼西装，布尿尼跟阿拉托尼比，布尿尼最多跟他差3个级别。啊，做西装，阿拉托尼在这儿，就阿拉托尼是劳斯莱斯，布尿尼最多是一个定制款的跑车，他没法比的。这个战友要穿这个衣服是没法比的。像我咱做那个现在要做的那个围巾，爱马仕围巾在这儿，咱要做那个围巾在天上呢。咱做那个围巾是拉法，爱马仕的围巾是最多是奔驰或宝马啊，没法比啊。所以说收到以后说，哎呀七哥，我收到以后才知道多漂亮，这个料子基本上是每有的大牌一年出个几十件都没有几百件了，咱们给战友随便穿那是不可思议的，这他们觉得是疯子啊。美国司法部里的黑手还有 SEC 就是打击报复啊，这个案子一定会重新搞啊，一定会重新查啊，他们的打击报复在法庭上的耍流氓，美国这个国家在过去几年真的是已经没有法律了，真的是没有法律了。美国这几年最大的是美国这个国家的司法部 FBI 很多人对我们整个新中国联邦的行为很多是完全不尊重法律的啊，完全啊，而且不但没有法律，几乎近乎于黑帮的行为啊，而且很多事情比共产党还黑啊，对战友的伤害，所以现在我们必须打游击战，我们过去5年对美国和西方的重大情报的支持没有一样是假的，就这还有人叫 Hagen Bassam
斯蒂芬问埃利波伊迪啊，还有什么马珍就是这帮流氓媒体，还有这些主流媒体都拿共产党的钱对跟共产党勾兑，就连推特他连碰都不敢碰，说都不敢说，把郭文贵的账号给恢复了，敢都不敢啊，就是因为被共产党绑架了。就这啊，美国司法部等包括有些检察官完全利用假的信息、假的证据和这个律师事务所对我们进行打击，我们不怕，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啊，反而我们会越来越强大。不管如何，我们都会把共产党在美国的蓝金黄，像当年艾利布瑞迪、海根巴森姆、吴征、马云拿2000万来收买保镖这事儿，还有行贿律师事务所通过律师事务所影响法院、影响法官、影响所有的这些案子都会查出来啊！我相信美国新的国会选举之后，这一切事情都会摆上桌面啊！战友们记住啊，2023年是世界上人类上最黑暗的一年，但是是新中国联邦最重要的一年，是新生的一年。不但如此，我们战友们一定要记住啊，不要被这些流氓、被这些东西给吓住了。我们没有做任何坏事情，没做错事情，我们是人类上唯一救人最多、没有任何金钱、权利、利益目的。这帮流氓政客完全是败在金钱名下，失去了所有的公正，失去了所有司法应该有的尊严。这就是麦肯锡议长为什么说啊，要有一些极端行为的检察官要追究他的刑事行为啊，这一定会做的，一定会做的。我们的事情不是一个议长，也不是一个议员关注了，太多人关注了，是吧？很多人都在问，都在里找我们了解情况，是吧？到时间了，傻子不说了，明天直播，哎。